比起许杨一哲，我更喜欢许佳琪。该你了吧，我还在上一个。你再犹豫一下。我最喜欢你。你骗人。因为年轻，因为你在我们 H 队，就除了我，别的都有点老。然后。他的脸在发光。真的瘦了，真的。是不是去健身了？我跟他差不多呀，大小。哎，比比。我尖一点，蒋欣，你有什么话想说的吗？我想说许杨一卓糗事，但其实也不算糗事。许杨真的糗，没有，我刚突然想起来了，没有，我跟你们讲，就是我这么一个 cue， 我有一段时间特别喜欢许杨一卓，那有一段时间，然后我给我同学安利，你知道吗？真的，我特别用心的安利，给他安利 Kiki 和许杨一卓，然后我给我室友，然后安利了他一段 cut， 好像是唱歌的视频。然后看了三分多秒吧，然后我就说我很激动，说哎怎么样，他说脸有点大，现在你瘦了，然后他说他特别喜欢同学怎么叫脸大，你看看我们俩谁大。小雨的粉丝大家回去看一下，之前有一个唱歌那个什么好想你好想你，我没有唱过这首歌，脸特别大那个时候。我喜欢他是因为开始觉得他很可爱，然后坐在那个毛毯上唱那首想你什么什么歌，我从来没有唱过那首歌。真的唱过，真的唱，不然我怎么喜欢你。然后我就真的很杨丞琳。小土孩，你要拍什么主题的 vlog？ 对的，人家叫 vlog， 两个都可以。不 vlog， 没有叫 vlog 的吧？不想对大家诟病，说什么性感舞蹈啊，什么什么很骚气啊什么的。其实我都不是故意骚的。没有，同学，我要说一下，就是我希望，我多么希望有人就是说我跳舞骚。证明一个是你把舞蹈跳出来了，然后就是跳舞跳得很好，而且很有力度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很希望，所以没有，这真的不是，可能也是，就是，就是。田姐很努力，对的，很爱他，很爱他。你看，他要每天都想着我，都看到他每次给我那些。reaction 了，虽然他很 KY 吧，但他也没老给别人，他老给我，对不对？他真的爱我，我真的爱他呀，这种东西是相互的。蒋欣调戏我，调戏回去吧，我没有兴趣啊。那你们可以告诉他，我有点想他，那这是真的。我不想他呀。又在努力的讲述题。肉都是妈妈给的，你就是妈妈的肉，摸摸摸，我偏要摸。